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在嘎达用。阿登啊，因为他那已经是国防基地，他已经是盖好的。那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状况来说，我们又常常听到什么攻击老台啦，然后什么战争的危机等等的，所以国防部其实并不会想要那么轻易的去同意说要做这样的一个一个政策的推动啦。那但是我们的心里还是希望是说，既然是在提倡这个转型正义，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在我们撒奇拉雅族心里面很久的伤口给它做一个抚平或者是一个治疗。我是撒奇拉雅的漂流木啦，漂流木，我继续。所以我那时候就提一个案子，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土地拿不回来，那我们先把文化先找回来。我们一方面做把文化找回来，那二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展览。那因为负责单位是文化部的文字局，那刚好他们就有一个文物的普查的计划。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跟讨论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桥搭起来，最后面才成型的这个嘎当嘎的部落文物普查的先行计划。